我们就要抽出 Apple Watch 一支跟两条表带，还有一条原厂认证的充电线。感谢微风南京的 Lab 奇冠科技赞助。导播，麻烦帮我上字幕。我是第一届知识网的最强亚军。没有人在意上一届的亚军，这一届让你拿季军。上一届亚军是什么？冠军让我来。按铃抢答，先答对的得分。猜猜以下出现照片人物的名字，每张全脸照片都会分成四段，依序显示。第一题，请抢答。Hello， 很红哎。下一张，请抢答。滚。哦，我认出来了。来，下一题，请准备，请抢答。理科太太。理科太太。OK，OK，OK，、okay, okay, okay,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有一分，理科太太，这很好认。不让了，不让了。下一题，请抢答。是 Rio 吗？哇，他知道哎。下一题，来，请抢答。史丹利。请准备，请抢答。啊，那个九妹，哇，好强哦，好强哦，奇怪，我都认识哎，认识你又讲不出来。展荣、展瑞，没有，他讲两个名字。展荣，怎么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太难了吧？他只是个孩子。下一个单元，知识王挑战赛人物篇，国外科技人。第一题，请抢答。他是谁啊？最近有新闻很红，跟你们经济非常有关系。金凯瑞吧。来，下一张，抢答、哦。来。Hello， 最近很红的一种交易方式。交易方式是 FTX 的执行长，是那个破产那个。啊、对，对啊，是他嘛，是他。不知道。你当全部照片玩过他是谁？不知道哎。他比较有名的是他的毛。你怎么知道？他的头发比较。对对对。下一题，请准备。来，抢答。这我都不知道。抢答，Elon Musk。Hello。哦，我认出来了啦。下一题，下一题，准备哦。请按铃。哦。Facebook 的执行长。我们两个，哎，你两个是还没赛的吗？在干嘛？我正要打，我终于认出来他是谁了。我没入境。你在干什么？你是工程师吗 ？OK 啦，下一个嘛 ，OK 的。挽回颜面的时候到了。应该是我先的，中间的先吧，应该是他先。库克，他真的很厉害。对，真的我有认出来，这是我有按。这个有按是。对。来，让我们数一下最右边的观众，零有坏掉吗？零坏掉吗？最右边的观众，来，下一题，请按铃。敌人，敌人说按铃了。那个死掉那个，那个叫什么？哦 ，Apple 执行长死掉那个叫什么？啊，可以了。你也想说 Apple 还可以了。对了，贾伯斯，贾伯斯，你知道 Apple 死掉不是只有这个吗？现在他终于得一分了。哎，第二题我没有得分哎。下一个单元，知识王挑战赛女性问题，我们要来考验一下科技宅各位精灵的科技帅哥一些所谓女生的事情，希望各位可以顺利答题成功。第一题，请随意列出三个女性知名化妆品品牌，计时开始。Hello， 有女朋友？哎 ，Hogan， 女朋友平常在化妆啊？有没有什么概念？品牌就可以了，品牌就可以了。三、二、一，请亮答案板。哎，空白的是怎么回事？哎，来，出来一起亮。亮。MAC 植村秀 Bobby Brown。哦，全对。哎，我看到那个中间空白的部分，女朋友平常有在化妆吗？
有有有有。那为什么？有用 Mac 有。有用 Mac 是不是？回去跟女朋友跪一下上。啊，那个 Leo 好大在。跪格什么？跪格。Hello。抱歉，我没有女朋友。不会写门槛。下一题，请列出五样女性化妆时会用到的化妆品名称，例如口红。请开始计时，还有十秒。好，赶快动笔哦。哎、欸，五个哎、欸，你一样一个才给两秒。功能写得很行哦。哦，不是写品牌哦。三。等一下，是太多了。好，很好。好了。返回颜面的时候到了。请翻牌。粉底、粉饼、睫毛膏、腮红、假睫毛。哎、没粉饼，没事啊，粉饼不是啊，粉饼是，粉饼是。没有，如果他说粉底的话，那他就要说粉底。你要那么你要那么专业，谁会知道什么东西？不要那么苛刻，我才一分呢、欸。下一题，请随意列出三个女性知名卫生棉品牌，计时开始，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请亮牌，请亮牌。来，我们从 B 的看起，只有一个答案，苏菲。哎，啊，对哦。第二个靠得住，来第三位唯一有写三个答案的，好自在靠得住，舒适，没有舒适，没有舒适，这个大题很难得分诶，这很难诶，很难诶，很难诶。好，来吧，下一题，请准备，请随意列出三组韩国女团名称，计时开始。我干女儿当时跟我说，她正在听哦 ，Blackpink。OK， 你把其中有答案讲出来。还有等一下，等一下，我那个年代有谁？第一轮已经盖下来了，不好意思，有人已经盖牌了。这么容易这样子？两位中年男子，而且两个答案是一样的。Hello， 时间到了吗？等韩美吧，等一下啦。请亮牌。我们先看有正解了吧 ？Twice、Blackpink。少女时代，啊 对， 哦、对，我刚刚想要写那个，啊两个哦、我也想写这两个。我刚刚有想要写 popular lady， 他说 popular lady 是谁？大圆，是女生的，大是大圆跟宝儿那个是吗？两位男子，知道 blackpink， 只知道 blackpink 吗？哎，Dylan 可以唱一下吗？不行。下一题，列出三首台湾女子偶像团体 SHE 的歌名，计时开始。来，中间的朋友。哇，力有些快！我的时代，哎，特写，盖牌，倒数三秒，三、二、一，请亮牌，来喽！哎，不好意思哦，我是空的，年代有差距。哎，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是。我会想要写什么恋人未满。对，我怎么写不出来？因为我有一个歌名也很像啊，所以我怕写错。来，下一题，请随意列出三首蔡依林的歌名。快点哦！女朋友唱蔡依林的歌吧，最近的跟旧的都可以。哎、欸，他要盖了，好强！哎、欸，有人盖牌喽！要多写吗？要多写。不用，不用，不用。好可好可。来，请翻牌哦。来。下一题，请随意列出三位台湾年过五十岁的女艺人。台湾哦。计时开始。有点问号。中间的朋友跟、哦、死掉也可以，对对对，已故的可以，但要超过五。哎、欸，特写一下，要超过五盖牌。中间的朋友写不出名字，但是看到脸会知道他是谁。可以画出来，可以画出来，画不出来、啊。你画出来，如果我们猜得到就算你画出来，这题就得分了，欸、不行、啊。翻牌哦。啊，到了是不是？到了，哇，是这样，也是空了。亮牌哦。空。来，我们先从中间空牌的朋友，然后另外一位第一人是 Billy。凤飞飞，下一个来六零陈雅兰，迪音陈美凤。哦，好厉害哦！他的年代的，他的年代的啦。为什么女性题目你比较强？没有，你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吗？乌龟又是急起直追那一种。哇！还是你心中有一个小女孩？小心中是什么少女？小女孩。S H 的歌可以唱一下吗？他还是不懂。他还不懂，还是不懂。好，下一题。下一大题，知识王挑战赛旅游类国旗题，答案写在白板后一起揭晓。每题题目作答时间一样，三十秒，请写在白板上。时间到，一起把答案亮出来。来，第一题，
这三个国旗请按照顺序写出国旗代表的国家 A 英国 B 澳洲 C 爱尔兰 D 纽西兰计时开始Hello 动笔哦动笔哦来倒数五秒哦随便猜了随便猜了三二一请亮牌亮过来我除了英国以外都不认识，全部都不一样哎，全部只有第二个是，最后一个是爱尔兰吧？这样答案，答案是 B A B， 差一点，哇，猜对了吗？当然了。下一大题，智爽挑战赛旅游类首都题，第一题，请按照顺序写出以下国家的首都，提示有。A 米兰 B 华盛顿 C 纽约 D 罗马 E 河内市计时三十秒开始简单简单你怎么确认的因为我平常都在旅游这些东西啊、嗯、行走的 Google 你懂吗帮我上字幕行走的 Google 倒数五秒改一下五四三二一请亮牌这不可能会错啊来亮出来亮出来我觉得会错哎 A B C A B B D D D 三个人答案都不一样答案是啊 ，B E B， 对了，哎，他对了，对了，后面得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意大利，好的 ，Google， 这种话是我自己说得出口，因为我对自己很有自信，这不可能会错啊，这不可能会错啊。知识王挑战赛旅游类交通工具，第一题，请配对出目前台铁营运列车的名称，计时开始。没有在坐火车，是不是这样表情？倒数五秒，五。四简单啊三二一请亮牌 ABC 我全部一样全部都不一样好来答案是 BACE 套血套血套血 Hello 套血他全对了很关心一下右边的朋友他完全无法加入我都开车哦A 台北捷运 ，B 桃园机场捷运 ，C 台中捷运 ，D 高雄捷运。计时开始。哦，有人在拍了。这太简单了吧？对，简单。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错哎。来哦，那要翻了吗？大家不可能啊！都写完了吗？一定要先修一下我的答案。哎，等一下，等一下啊！有一个没亮牌哦。哎，没有，不一样。我觉得我写错了。六零之后你的答案跟人家不一样。因为结果我是对的啊。你是对的吗？对啊。对啊、因为结果我是对的、啊。The Lab 为奇冠科技旗下的零售品牌，创立于2020年，正式授权为 Apple 认证的优质经销旗舰店 Apple Premier Reseller。The Lab 将打造顶级果迷的殿堂，现场展售一系列全新顶尖的 Apple 产品及 Apple 授权认证配件，为消费者营造最佳的 Apple 选择。详细抽奖办法请参考以下的说明栏。感谢。感谢下一大题知识王挑战赛生活知识类声音题答案写在白板后揭晓接下来媒体会提供四种音效请将此音效对应的答案写在白板上最后一题题目播毕后一起把答案亮出来第一题请作答第二题就这样来动笔哦 OK 吗第三题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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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哦！下好离手，下一个。下一个。你知道这种像看到很久的朋友跟你打招呼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好了，都好了吗？哦。亮板。等一下。等一下，给弟弟一个机会。好。好好好。好，第一轮亮板哦。两个人你跟 Leo 全部一样谁不吉利 BCB 啊最接近因为我知道第一个是 Make 一定是 Make 第一个是 Make 为什么你们第一人没有用 Make 我没有我没有我的 Make 最后一个一定是 XP 啊这两个人不知道啊很啊老朋友老朋友为什么会是 Make 在 A 区你不是用 Make 吗我 Make 都关静音了 OK 可是没有他开机声一定是播出来的当然
不是，他是百分之百播出来，他没有办法剪。我有插那个耳机。哦。所以我没有，他还是会，他还是会出来。真的、哦？嗯，他有出来，因为他是开机。下一题。真的是蛮难的。请听音乐，找出相对应的电影公司名称。来，第一题。哦，有人写得很快。这一题不会，我从二楼跳下去。你就给我跳。来，下一个。哇，写很快，写很快。嗯。逼着你那种神秘的笑容，你是不是在猜？对。下一个。来，不要动动板板。嗯。下一题。哦。哒哒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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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了，都写好了。亮牌，有人还在改 ，OK， 还点时间。好了。好了。前两题我买 D3 Plus 的，应该都知道。OK。你来亮牌了 ，Hello。亮牌哦。DA， 全部答案都一样。没有。没有 ，DM 不一样啊。恭喜后面那六得分，漫威啊！第一个就是片头，他有一个彩蛋，那边转那个片头的时候，那个漫威，你呢？真的没看漫威吗？下一题，请听游戏音乐，找出相对应的游戏名称。这个题目是你出的，这个跟那种 DD 的年代有差距，这是那代 DD 没有知道的东西。字幕，我蝉联的最强亚军。来，第三名的第一人输，我觉得你输在名字就比较不吉利。偏难了，我觉得题目太难了。太难了是不是？不适合我。那我们第二届的工程师挑战赛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耶耶！你第二名为什么是最强亚军？你们知道怎么让自己第二名吗？因为这样才可以 给自己一个进步的理由。不是永远都第二名。哎，这样你要永远保持一个想要进步的心态。好了，说不了。